小俊，给你吓死了！怎么今天回来？不是说明天才会到吗？因为你女儿想你嘛，所以就提早回来帮你咯。嗯，这么大了还跟妈妈撒娇？那我来帮你吧。不不不，不用，你出去了，你才刚回到，去外面休息吧。哎呀，让我来帮你啦。好了好了，记得哦，做黄泥酥要有耐心。 黄泥酱要慢慢的搅，不停的搅，不然就会烧焦白费心机。可是我手酸嘞，才一下子就埋怨。妈咪，我知道我不行了，我要去这样子，拜拜。小俊，小俊，哈，这女儿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小娟。 我妈妈很厉害做糕饼，特别拿手的是凤梨酥。附近的阿姨嫁女儿过新年都爱跟我们家买凤梨酥。至于我爸爸，在我很小的时候有见过他，妈妈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，要很久才回来。说真的，我有点想念他。 我觉得我妈妈是最好的妈妈，不管她有多忙，她都会抽出时间陪我做功课。虽然她什么都不懂，但是只要有她陪我，我都会开心。就这样过了10年。 小娟啊，统考考试考得怎么样？不是很理想。 不理想，你不是每天都温习到很夜吗？妈，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材料，倒不如早一点出来工作，可以帮补家用。家里不用你操心啊，不是说好要去读大学的吗？难道你要像妈这样不会读书，只会做糕饼？做糕饼就做糕饼啊，我就是不想上大学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懂事？你上妈花了多少心血吗？事实就是这样，我就是不想上大学。你。 打算啊，小娟，小娟，哎妈，在发什么呆啊？新鲜出炉的黄梨酥来了，该让我试试。嗯，好吃，<笑>味道都跟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，很好吃。